戴上口罩，神秘出现在机场的吴绮莉到底在等什么啊？原来是准备迎接刚从瑞士旅行回港的小龙女卓琳啊。最近频频爆出与母亲吴绮莉关系交恶的小龙女吴卓琳，早前丢下母亲独自跟同学老师到瑞士旅行，这天终于回来了。爱女心切的吴绮莉也一早到达机场迎接，希望能第一时间看到女儿哦。系咪你接女儿啊？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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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咁女女系咪去旅行嘅时候都会 keep 住同你报道行程咁样噶？都有嘅，佢又话帮我听佢相机咯，系。你有冇见到有冇挂住啊？冇，天氣差啲，我自己有啲驚啫。係，但係今次佢有冇話即係同同學啊，有即係離開咗一排之後個心情，即係會好咗啲咧？即係同你溝通上會唔會覺得又再好咗？其實我冇同佢溝通過，所以應該其實冇嘢嘅，兩母女係咪？咁係咪其實已經協定咗嚟緊都會翻屋企住咁樣？係啊，係啊，應該係。等了又等，终于等到卓琳出现了。不过母女俩并没有太多交流，只见拿着行李的卓琳，一方面要应付媒体的追访，另一方面又要追着慢慢走远的母亲，场面非常狼狈啊。咁今晚系咪翻妈咪屋企噶啦？啊呀！有冇啦，妈咪啊？冇 ，can you just？ 有冇买少少礼物俾妈咪？有。但系而家即系会唔会分开咗一排咧，会特别挂住妈咪啊？啊 ，yeah，yeah， 系。OK。但系我哋会唔会即系今次妈咪嚟接你机？你觉得系咪佢系同你一个沟通方式咧？It's a start. It's a start, yeah. It's a start. 咁你都會開始打開個心同媽咪再溝通咁樣啦。Yeah. 係。All right. So she's like really far away now, so I need to go. Okay. 而吴绮莉除了停下来跟女儿合照外，几乎都没有跟女儿讲过一句话。看来母女俩还需要好好沟通，才能修补关系啊。戴上口罩，神秘出现在机场的吴绮莉到底在等什么啊？原来是准备迎接刚从瑞士旅行回港的小龙女卓琳啊。最近频频爆出与母亲吴绮莉关系交恶的小龙女吴卓琳，早前丢下母亲独自跟同学老师到瑞士旅行，这天终于回来了。爱女心切的吴绮莉也一早到达机场迎接，希望能第一时间看到女儿哦。系咪你接阿女女啊？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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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咁、女女系咪去旅行嘅时候都会 keep 住同你报道行程咁样噶？都有嘅，佢又话帮我听佢相机咯，系。你有冇见到有冇挂住啊？冇，天气差啲，我自己有啲惊啫。系，但系今次佢有冇话即系同同学啊，有即系离开咗一排之后个心情即系会好咗啲咧？即系同你沟通上会唔会觉得又再好咗？其實我冇同佢溝通過，所以應該其實冇嘢嘅，兩母女係咪？咁係咪其實已經協定咗嚟緊都會翻屋企住咁樣？係啊，係啊，應該係。等了又等，終於等到卓琳出現了。不过母女俩并没有太多交流，只见拿着行李的卓琳，一方面要应付媒体的追访，另一方面又要追着慢慢走远的母亲，场面非常狼狈啊。咁今晚系咪翻妈咪屋企噶啦？啊呀！有冇啦，妈咪啊？冇 ，can you just？ 有冇买少少礼物俾妈咪？有。但系而家即系会唔会分开咗一排咧，会特别挂住妈咪啊？Yeah, 系。OK。但系我哋会唔会即系今次妈咪嚟接你机？你觉得系咪佢系同你一个沟通方式咧？It's a start. It's a start, yeah. It's a start. 咁你都会开始打开个心同妈咪再沟通咁样啦。Yeah. 系。All right. So she's like really far away now, so I need to go. Okay. 而吴绮莉除了停下来跟女儿合照外，几乎都没有跟女儿讲过一句话，看来母女俩还需要好好沟通，才能修补关系啊。